肖战顶流地位之所以难以撼动，首先他为人谦逊，火了之后也不浮躁，愿意沉淀下来，性格比较稳重。其次他本身颜值出众，有一定的才华，能够带来不错的作品。最后他的粉丝粘性大，粉丝群体庞大并且稳固，粉丝不会轻易流失。